这比跟你一样轻啊。然后像可以整个倒平哎，对啊，这跟你一样轻哎，这跟你一样轻哎，这不是触碰屏幕吗？不可能啊！哇，等一下他可以单手开的，人家是，哎呦，不错嘛，哇，这按起来很赞哎，软 Q。他的 USB 拿那边呢，两个 Type C。哇，他有两个 Type C， 你那个只有一个 Type C， 我一定要接出来。啊，重点他是没有网络插口，你的也没有呢。我们这个都会有特别断口。对，我们这款都有特别断口，我们每一台机器都有特别断口。哦。这是我们家最新的笔电脑。WiFi 61。它是我们的 Prestige 的3，目前最新款，然后搭载到13代的 CPU。然后它其实做得非常好，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刚出。哦，刚出，难怪都没有看到。刚出它重量了吗？很轻。有。啊，它真的很轻，超级轻啊！而且实测我们也很惊讶，实测不是那个990克，更轻，970克。他还有这个，就是那个眼睛追踪的那个，没有错。那 eye tracking， 然后我们的指纹辨识部分也有，然后他这台的话也有我们的 Face ID， 那个好。他还有读卡机。啊，这台其实也把原本啊我们拿掉的 HDMI 重新的放到我们。对呀、所以如果你们是有这种简报需求来讲的话，其实有 HDMI 会是更好的选择。然后你可以摸看它的质感，它这个质感其实触感有所不同，它这个是防锈蚀的涂料组成下去做的，所以整体质感的话更升级于其他旧款的12代。怎么样？你想买的是不是？真的会卡会闪会吗？在家也可以买啊。